家好，我小鱼，他是二狗啊。我要报告大家一个消息，就是这个二狗啊，你们别看他长得狗模狗样的啊，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起得太失败了啊。前两天不是给他找了个媳妇儿吗？结果失败了。行，让他们生个小孩吧。这二狗二了吧唧的啊，不会。两个人在一起待了那么多天，把人家那母狗都耽误了，没配上崽了啊，就是不会。咋都不行了，哎，真没办法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回来是来接我爸的。接我爸干啥呢？就是我爸在家，在东北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过两天准备回这个北京了。然后呢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新买的房子，我爸不让我爸给我整到房子里面。每次回来都这样，不了，挨揍了吧？然后我爸不让我把它弄我的房子里头。爸，来，你把你原话说一下，咋说的？你说我把狗要是弄楼上，你咋的？我不去了。我爸说了，我要敢把狗弄房子里面，我爸就不去了。所以说没办法啊。我爸说了，他走了，然后二狗我就要接回水汾河了。然后呢？大家都知道我二姑家吧，有个大院子，他家还有一只拉布拉多。然后我爸说要去绥芬河，给我那个啥搭个给狗，在我二姑家的后院给狗搭个窝，让他以后上那儿，让我天天上那儿去看二狗，遛二狗，放二狗，跟二狗玩。然后我今天就准备和我爸俩人去给狗整狗窝。挨揍了吧？挨揍了吧？过于热情了啊你！过于热情干啥去？瞅啥？对我过于热情了，你们看来。你说他挨揍他冤不冤？你看我的胳膊，你爪子都给我挠破了，这儿破了，后背肯定也破了，他咋抱着我不松开了。晚上你姥爷就走了啊，看着没有，我爸现在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啊，这是磨这个钉子，给羊铁砸眼儿，然后盒装着啊，这个得拿回去。狗绳，你们签不签啊？狗不签，等你走的时候，你走了之后我再拿回去，我再领回去。这是带的工具啊，全带全面了，他电线都带着。别拉东西啊，千万。然后那个啥，我爸说还得上我二叔那儿拿什么电钻角磨机，一会儿还得上下面去买铁丝儿啊。你举着棍儿，要不然他老往你身上扑。然后我现在出门，我得把棍儿拿着，要不然你往我身上扑，你就让你扑惨了都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过两天我再回来接你，听着没有，狗子？我都有点害怕了，不准往我身上扑，听着没有？拜拜，拜拜，我过两天再接你啊，过两天再接你，走了。妈呀，还有这块儿，看见没有，一扑我全给我挠破了。我又学到一个冷知识啊，这个买铁丝儿啊是论斤称的，不是说论米卖的，我一直以为和电线一样论米卖的，原来是上秤称的，我又学到了。然后这个狗笼子啊，狗笼子我爸说就直接使狗笼子就地起材就行了，在这儿现把狗笼子帮我卸下来了。然后那个啥，我爸就说用这个狗笼子直接使羊铁啥的给整上去，咱不知道我爸是啥想法，到时候去看看，给弄上就行了。哎，我们到我二姑这来了啊，这一大片全都是我二姑家，然后我们再给选址，给它拴到哪好呢？最好是离人远点的地方。我们选来选去，觉得还是放在这儿吧，就是房根底下最方便了，然后还有阴凉地儿，别的地方要不就太远了，没有阴凉地儿晒死了狗就。然后就放这儿了，就怕啥？这个二狗子吧，耳朵灵的要死，离我二姑住的屋子太近了，我怕晚上一有点动静，它汪汪汪叫起来没完。我就怕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别的倒无所谓，我就怕影响我二姑睡觉。哎，那就先放这儿吧，暂时放这儿，不行再挪。我爸说了，选来选去觉得这个地方也不行。我爸说冬天的时候它可能会冷，因为这个地方不朝阳，所以说不行。然后又挪回上面了。我爸说上面给它搭起来，让它给它搭个小棚之类的。然后让它有能有阳光，然后有阴影就行。最后决定放这儿了，我爸说放这个地方吧，啊，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后面给它搭点阴凉地儿还是咋的？但是也是我们这儿反正没有啥热天了，但是就明年夏天就先放在这儿吧。我爸在这嘎草呢，看着没有，地基也打好了，这会儿把笼子放上就行了。我爸说笼子不能贴地儿，笼子贴地儿因为是铁的，说地下潮。怕烂，但是后面不行，歪歪着吧。看看，牢靠吗？这样似的。狗房子雏形干完了，再拿铁丝绑上它。你说这个笼子往木头板上一拴，啊，别让风刮，到时候别刮大风，刮给刮跑了，是不是要砸地里头吧？
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找点石头啥的压上，这样来压上呢？要一刮大风的刮跑了。妈，绥芬河的风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意思是找石头压上它。这是房梁啊，房梁上上了，行吗？我就怕一刮风给刮跑了，别的不怕。啊？整完了啊，你们看看成果行吗？这样式的，狗拴这儿石头不能拽跑啊。那链子整多长啊？用不用给它圈起来呀、啊？这块儿不用啊。那拴那点我真怕它一脚一下就给拽跑了。这玩意儿飘轻的，飘轻的。哎呀，这会儿挺结实。哎呀，这么结实。哈哈，别拴了四个大石头呢。啊，这行，我主要就是整紧的，别那个啥，绥芬河风大，一刮风刷给吹跑了，可毁了。我爸成品啊，厉害。还有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今晚得住一晚试试呗。那你住呗，你给他体验一下。行啊，我俩都兄弟，我今晚给他体验一下。行，你今晚不吃猪，你都他妈不姓王的。到里边再把那个废的毯子，必须得给那个里面得给他垫上了，不垫上不行，得垫个毯子什么的。挺好，我万能的老爸，嘿嘿。再给你们看看后面啊，整个就这样式的，这以后就是二狗的新家了。无奈呀，我和我爸和狗选，我只能选我爸。我爸告了，孩子你话，你要敢把狗整楼上，我就再也不上你家了。我爸的话，那就只能放这儿了。我爸过两天就回北京了。我们给二狗打造的新家啊，把他的狗笼子弄过来，然后这样弄了一下，也挺好的，也行。然后这面基本上没什么人，都是我二姑他们种的地。然后我就主要怕二狗叫唤，他一有点动静，叫的声音比较大，我怕吵着我二姑他们休息，所以说离得稍微远点，这样的话什么都不耽误。然后把他的狗粮、狗食盆子拿过来，然后放这儿就行了。然后每天我都可以过来陪他玩，给他放下来，然后你看看这么大一片花园，随便跑随便玩，主要就是晚上的时候要给他关起来，给他放在笼子里面，就这样式的。可以，我还是对这还是很满意的。